我每天呢就跟着大家蹦野迪，然后呢就是找爹找妈，找手机，手机呢？啊，这儿呢？哎呀，不，这不是我的。哎，吓死我了！这个是十五是吧？是吗？是十五啊？失主找到了吗？来，有请丢手机的登场。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手势，多闹多冒昧啊！干嘛？等我等会儿，全场听我说，把手拿开。没事没事，那个没事，老妹儿，你化妆了，没事。咱们这样啊，收拾。闺蜜好。你在哪里呀？被落场台了呀。说普通话。你们是不是被落场台了呀？这个手机的女孩名，你听我说话，坐着。这个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呀？我。哎，多冒昧啊！啊，来，咱们这样，一会儿马上归还啊，马上归还，这样。当着所有朋友面，你把这手机解开，好不好？他的电话码多少？兄弟，我们哈尔滨，哥们，刚才你要电话是吧？我们哈尔滨，哥们，我们哈尔滨格局高，你是真。我跟你说啊，来来来，别说，兄弟，咋上上这种打点了？来，各位，解开了，物归原主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进入到大家回来，中间。